好，各位，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我们关于物联网和区块链方面的一些这个思考。那么我呢，一直原来在从2002年我一直在开始在做物联网这块，包括后来在从事这个物联网的这个国际标准的这个制定。那么大概3年多以前呢，开始就是接触区块链。那么从3年多以前开始，就是说觉得，哎，把物联网和区块链进行融合的发展，事实上对双方是一个最佳的一种最优的一种范式。那么，所以今天第一个话题就简单谈一下，就是说，从我们角度如何来看待物联网和区块链去融合发展，它是怎么样一个共荣共生的一种状态。那么，从我们整个人类社会的这个经济发展角度来讲，它必然会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实体经济今后的这个走向我们的未来的这个数字化的这个经济。但是呢，从我们现在目前看到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就虽然现在已经有比特币啊等这样为代表的大量的这个区块链啊已经蓬勃的发展，但是到目前为虽然这些区块链也已经为我们未来这个数字化经济奠定了一些前期的一些基础，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它现在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现在大量的只是在发行这个链上的这个数字货币，但是呢我们缺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在链上的这个数字生态里面缺乏它相应的这个数字商品。那就好比我们这个现实当中的这个货币的这个诞生一样的，货币的诞生最主要是为了物物交换的作为一个一般等价物去促进这种交易行为。但是现在在整个数字空间里面，它正好是一个反过来的，现实当中是先有社会当中的商品，然后再有货币，而在数字空间当中是先产生了虚拟货币，但是呢现在还没有大量的虚拟资产和虚拟商品可以用于被交易。所以从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急切的要去推动，就真正的数字资产能够进入我们的这个区块链的整个生态，来真正促进整个数字生态的这个繁荣。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说如何真正意义上能够来促进这个数字生态的这个资产的繁荣的话，其实将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源头是在于物联网。那么物联网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就是说，它首先是架起了一个物理世界和一个虚拟世界的一个桥梁，也就是说通过大量的这样的一些终端，我们能够去感知我们周围的万事万物以及我们的人事物的各种行为啊。那么这样的时候就是说把大量这些数据能够我们映射到我们的这个数字空间里面去。但是我们在早年在从事物联网研究的时候，在没有区块链出现以前，其实也比较尴尬，就是说我们有两个大的挑战。第一个就是说物联网大量的这些数据，它的这个征信机制怎么建立，也就是说我花了这么多钱我去采集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在传递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去保证它的价值和它的信用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就是说物联网和区块链一旦结合之后，它们两块就可以相互共荣共生起来。也就是说一方面物联网可以这个源源不断的采集各种各样的实体的这些资产以及事物行为的这些数据，然后呢通过区块链变成一个数字资产，然后在区块链的整个的这个空间当中可以更加便利的促进这些数字资产的这个交易，同时又带动整个实体的这些事物和资产的这个交易和行为。所以这样的话就会产生一个线上跟线下和虚拟空间跟物理空间的一个互动，来不断的促进整个这个生态的这个繁荣。所以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物联网和区块链它这个融合的一个意义。那么这个 token 来讲的话，应该会作为其中的一个我们数字的一个一般等价物，来促进我们各类数字资产的一个高效的这种交易和使用。那么但是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又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就是说物联网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或者简单的一个设备，而物联网的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型的这样一个应用，而且它跟行业的融合过程当中，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啊。我们最早我是从2002年开始做物联网，我们从2009年国家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去发展，实际上到今年2018年了，事实上物联网整个落地来讲，它依旧还在一个早期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它需要它这里面非常复杂，而复杂的生态要想去推动的时候，往往就需要有一个顶层架构的一个设计，这也是我们多年时间以来。就是说虽然现在物联网里面，比如说我们去看芯片，我们去看传感器，我们去看操作系统，我们去看我们的云平台啊，包括一些很多的这个专家算法、人工智能等这样的，其实这一类的东西都已经很好的这个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了，也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是为什么物联网还是依旧发展这么缓慢，
就是因为物联网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型的一个存在，而是它跟行业的万事万物需要去融合，所以这里面有很多跨界的这些东西。而一旦跨界的话，对于原来的跨界的双方的话，他们的这个认知上面就会出现一些很局部的一些看法，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从一个顶层设计来看。所以我这里简单稍微展开一下，就是说我们如何来考虑物联网的顶层设计，先把这个问题思路理清楚之后，我们再来看物联网和区块链如何再去做融合。那么从物联网角度来讲，本身因为物的广泛性，所以说我们可以讲几乎物联网的应用可以无所不在，从我们日常生活的吃穿住行旅游养育，包括企业里面的供应链金融仓储管理，包括安防消防，包括政府的环境交通啊、公共设施等等啊，一系列的应用都需要用物联网来帮助我们去提升跟周边事物的这些交互和管理的这个效率。那么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事实上我们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就是说今后大量的这个设备的使用来作为我们这个人和物的一个中介的一个媒介的话，那么物和人之间的一个信任关系，以及今后数据所获得之后在不同主体之间的这个传递和广泛的应用，如何来确保它的信用价值和这个它信用价值的一个传递，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去深刻去思考的。那么另外一个呢，从物联网的这个刚刚讲应用的广泛性以及它市场的深度来讲，确实又是非常的具有想象力。就是说我们物联网原来所谈的市场有三个维度或者三个等级，那从最早的一批物联网的企业，它可能是想的比较简单啊，我们就去生产一些传感器和设备，然后我们去做一些信息化项目的一些集成，这是最初级的一种商业模式。那么后来的话，我们可以去想到，比如说，哎，我们采集了大量的数据，那这些数据呢，可能很多用户需要，那么我们可以给他们解决一些应用层面的一些问题。但事实上呢，有了这些数据应用之后呢，其实我们发现呢，它的物联网的使用成本依旧还非常高啊，它单一的去摊销这种费用还非常高，所以我们认为它会进化到第三级商业模式，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通过物联网所连接的那个物，而不是指设备啊，这物和设备之间是有差异的。所以物联网的精髓真正是在连物，而不是在连传感器和连设备。通过连接的那个物，它的这个数据化资产化之后，它就能够极大的来整合这个物的所有经济形态，加快它的流通性以及它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管理。那这个时候物联网的整个商业模式的生态就会更加的这个多元化和丰富化。所以麦肯锡这里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就是到2025年物联网的终端数会达到250亿只，直接是到了6万亿美金，但是这是它直接经济效益。但是它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数据，这个数据就是关联的经济36万亿美金，而这个关联经济事实上最就是指就是说如何真正意义上通过物联网的这种价值去放大它整个产业。但是我觉得这36万亿美金事实上我们可以再更乐观的去放大和估计。那么所以从面对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广泛的应用角度来讲，我们刚刚讲其实现在我们不得不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万物互联的这种基础架构需要去重新被建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简单的沿用传统的一种啊这个互联网的这么一个基础框架，比如说按照从纯分层的这种方法，事实上我们已经很难去适应物联网如此复杂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构建。包括我们原有传统的可能习惯的是用三层的这种方法去构建物联网架构，也发现它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啊。因为分层的思想就是说仅仅是在我对等通讯里面啊，它比较好的去可以切割它的这个不同层次的这个交互的这些这个协议功能的这个分类分层。但是用在物联网里面，事实上它更重要的我们讲它更重要的是跟整个行业生态的一个全面融合。所以这种融合它不是说只是在这么一个层次去做融合的。所以呢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创一个重新的一个思考和设计。也就是说突破了就应该是突破了或改变了原来用分层的方法去架构我们的这个物联网这个体系，而是用域的这个方式去做。我们当时就提出了一个物联网六域模型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现在目前这个标准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国标，这是在2016年它已经发布。那么现在也已经是 ISOIC 的 FBIS， 那么 FBIS 的话基本上就是到今年下半年的话它就会进入一个印刷的一个阶段。那某种意义上来讲，所以从现在 ISOIC 的这个物联网架构这个标准应该也是从我们中国开始啊，从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提案，然后逐步变成中国的标准以及变成这个 ISOIC 的一个标准。那么所以那么今天因为时间问题我不一定很细的去展开啊。那么所以为什么叫物联网的六域模型呢？也就是说
物联网要在某一个行业的生态去落地，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农业、我们的工业、我们的医疗健康、我们的物流啊等等。事实上，它在整个的这个生态里面有非常多的复杂的要素啊，我们需要去做整合。那么，往往在原来的系统设计里面，容易顾此失彼，或者是只能够把握某一个方面的层次。比如说，有的人只关注我们的这个嵌入式设备啊，有的人关注我们的网络通讯啊，有的人关注我们的云平台。啊，有的人可能是说从应用角度看看你的技术能不能用过来。实际上这样七拼八凑，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物联网系统事实上是很难真正意义上去被这个去广泛的使用，或者是产生可持续的一种商业模式。所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梳理之后，我们发现物联网在任何一个行业应用，从顶层的框架设计来讲，基本上可以分为六个部分。也就是说，你只要按照六个部分进行对它行业生态的一个梳理之后，基本上它大的要素就能够归类清楚。那么在这个框架体系下，我们就有了可能和基础进一步的去细化它的场景和它的商业模式。所以我们这里面呢，需要第一个域呢，我们叫用户域，就是说去定义行业的用户和它的需求。第二个域呢，叫最底下这个目标对象域，也就是说因你的需求而来的物的这个标的物是什么，它的属性和问题是什么，把它定义清楚。这个也就是说也可以代表我们物理里面的很多的实体的这些对象和资产。那么第三个叫感知控制域，就是说那么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帮助你去连接这样的物，来感知它们或者控制它们或者标识它们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操作方式。那么这里面会用很多的这个设备的这块。那么第四个域叫服务提供域，就是说来自于设备端的这些数据获得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工利用啊，通过人工智能或者是大数据或者是一些行业的一些专家系统啊等等，我们要形成最终的这个服务，来回到我们的用户域。但是有了这四个域还不够啊，这三个域是目前大部分做物联网的人所谈的一个范围。但是这个就好比一个人一样的，就有了头，有了躯干，有了两条腿，但是如果没有两条胳膊的话，那么他所创造出来这个物联网是缺乏生命力，或者缺乏一种可持续的一种发展能力。所以我们认为还有第五个域和第六个域。那第五个域呢，最主要是从这个保障机制上面去确保物联网运行。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设备都是在无人管理的情况下去被应用到很多场景当中去的，它不像我们的手机和电脑啊，我们人每天可以去操作它。但是很多的设备事实上被埋在这个场景当中的话，它可能在工作，它会告诉你数据，但它可能会不准确啊，这个时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呢，是管理保障还要从规则上去保障它，就是说像现在的两个例子，像滴滴打车的这个私家车的运营。他想把私家车连起来去提供服务，但是交通部门的规则不允许私家车就被广泛的用于这个商业运营。然后我们的共享单车去被连起来之后也非常好，但是共享单车却不能乱停放啊。所以物联网它连物的同时，其实还是受一种社会规则的这个约束。那么第六个域就是资源共享，也就是说单行业的应用系统可以单独先去建设，但是它不应该成为一个孤岛。而是什么呢？而是它本身它可能的服务完成度需要别人很多的信息资源啊，交易，然后它的信息也可以是推送给别人，所以这里有一个数据之间的一个交互。第二个呢，是包括第三方资源的一个整合，包括我们的支付工具、我们的物流、我们的征信啊等等这样的方式。所以这是我们最基本的六个域，就是说，那么网络呢？网络最主要是指这些域之间的这个连通管道。那么，所以我们按照这样的思路来讲，就说其实每一个行业我们都可以按照这种方式去构建。那么有了这样一个基础之后呢，事实上物联网和区块链的融合，我们就有了一个大的框架，就可以建立起来。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刚刚我们所理的六个域，主要还是在物联网的应用的一个这个生态的这么一个应用和业务的一个层次，来对原来复杂的这个生态进行归类和梳理。那么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如果说没有区块链，对于物联网来讲，事实上我们依旧还面临困难。比如说我们物联网直接架构在传统的这个互联网上的话，我们现在有大量的问题。我们刚刚讲，一个是它安全、它的隐私、它的这个对于数据价值的这个传递当中的这个真实性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物联网如果说开在原来的互联网上，就好比一辆跑车开在一个乡村的一条泥路上一样的，坑坑洼洼的，你这个跑车性能就跑不起来。那么有了区块链之后呢，就相当于把这条路修了一层高速的这个行驶一个水泥路一样的。那么物联网这辆车在区块链上就能够很好去跑起来。那么这个同时的话呢，就是说物联网在整个生态建立过程当中，它就大量的为区块链注入了真实的这些数字资产以及真实的这些数这个
数字的这个交易，而区块链是为物联网建立了一个信用和价值的一个体系的一个支撑，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就是说它的一个融合的一个基础框架。那么所以这里面第三个问题，我们就是说，那么既然把物联网和区块链融合的框架去理清楚了，那么物联网它对于物联网来讲，我们的区块链的优化设计有什么样的一些独特的地方需要去考虑，是不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以太坊的，或者说我们现在用其他的一些区块链是不是 也就可以啊？我们认为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物联网它自己的一些特色，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要充分考虑它的物联网的应用的生态的多元特征来做整体优化啊，并发性只是它其中的一个特征，其实它真正的特征是物联网的 多元化而带来对于区块链底层的这个优化的需求，而不是说那当然大量的设备的高并发张这是一个特征，但是这是其中之一。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把按照刚刚那个架构的话，我们把物联网的整个，因为首先区块链是为用户去服务的，那么对于物联网的这样的 一种生态的用户服务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跟按照刚刚那个大类可以去区分出来，比如说我们将来会有大量的物联网业务类的用户平台类这种用户，第三方业务合作的这种用户，资产所有者的这种用户这个运维的这些用户，以及最主要的这个设备类的这种用户，也就是说将来设备平台个体人或者企业它都成为区块链上它这个对等的这样的一些用户主体，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做物联网区块链的时候所要面对的多元化的一种服务主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需要做一个整体型的优化，无论是从共识的算法，或者说从加密以及跨链的一些设计等等这些方面，我们都需要围绕物联网的一些特征。因为物联网特征简单来讲的话，比如说它是受地域性的它地域特征性也会比较强，因为它一定需要去部署物的存在形态一定是有这个时空维度的，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又有行业的属性场景的属性等等，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优化的这些工作需要去做。那么从我们目前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为了去分解这样的一些工作的话，我们也是认为应该要对整个底层区块链这块做这个业务的这个分层的这个设计，从它的这个应用的一个支撑这块的这个 API 和 SDK 的一些开发，以及这个服务层次、核心层次和基础层次，我们可能分别的要去这个框定我们每一个功能所在的层次以及它的这个优化的这个性能方向。那么今天这块的话就是因为比较细节的东西我们就不深入去展开了。那么这个是我们目前围绕这样一个框架所已经建立起来初步的一个应该是第一代吧，这个一个现有的一个产品的一个架构图，就是说从底层的这个核心到 REST， 然后呢到SDK 的包，以及到的这个浏览器和一些上面的一些应用的开发。那么从目前相比较而言的话来讲的话，应该讲在共识机制多资产的支持、资产交易、智能合约以及系统性能和节点数量方面的话， S 圈的话我们现在也已经做了很多的优化。那么在共识算法上面最主要是来改进 PBFT， 而不是说只是沿用 POR 或者是 POS 或者 DATCH 的一些方式，然后呢来在这个 PBFT 基础上进行这个将今后的进一步的像分层和分片的一些优化。那么关于资产的支持交易这块都是内生一种原生性的一种开发和支持。那么目前的整个的这个性能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在高并发的这块的话，我们也在早期的这个测试版本，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测试供链可以去看那么这块的话，目前的话就主要是有早期是有联盟会员的这个节点架构，那么后面的话等到整个公链正式上线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会来开放这个主节点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共识激励那么这块的话就是现在在测试版本，大概在8月份正式上线。那么从我们应用案例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农业物联网这样的一些生态开始在做一些全面的落地，也就是说从它的这个农产品的整个溯源的这个体系、交易体系以及这个前端的这个场景性的这些物联网的这种监控系统之间的这种包括从设备这一级到平台这一级，以及相关的一些用户生态这块，然后呢来接入整个区块链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我们同时也在做一些创新，比如说我们将来会按照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讲物联网它的这个应用生态其实带有一定的权属性，那么它的权属性的这个所有者来讲的话，将来它怎么去分享区块链所带来的一些上链之后的
一些激励性的一些这个收益。那么现在我们也在设计一些像一些新的一种激励分配机制。那么这块的话，我们现在用 Ferry 的一种方式在做。那么今后的话，我们会根据这种应用场景的扩展，比如从渔业扩展到农业啊，今后的这个不同领域的这块，我们从它的容量支持性来讲，我们可以从分层和分片的角度去进行优化。那么最主要的话，我们认为现在比较实际的一些应用场景，就是说比如说像农业里边非常有效的一种方法，就是用物联网加区块链之后，我们可以去推动农业科技金融的发展。因为大家，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现在农业里面，农民是特别是中国的农民是比较可怜，就是说他没有抵押物啊，我们的土地资源、我们的宅基地、我们的农产品，他没法抵押去做金融融资服务，所以农民一般的这个发展来讲都比较困难。那么有了物联网和区块链之后，我们就可以用数据帮农民去建立整个的一个金融的一个征信的一个场景和机制，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能够跟银行、跟保险公司或者跟这个第三方的一些投资人，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互信的一个征信的方式，来驱动金融向农业的一个输入。而农业在通过科技或通过物联网这样方式效益提升、风险控制之后，事实上将来农业场景是有巨大的想象空间。那么另外一个呢，比较大的场景是现在我们谈的比较多的食品安全和农产品溯源这块，就如何来打通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这样一些不同环节、不同主体之间的数据的共享。这个事实上我们认为应该只有说，一是靠物联网来获得数据来监管它的客观性，第二个是靠区块链来链接不同的这些环节，让他们的数据能够真正的这个互信的去对流起来。那么我们相信，就是说有了这些基础的，比如说农业的一个高效的这些监管服务，农资的溯源，农产品的销售溯源，以及科技金融等这样一些基础服务进入一旦农业之后呢，事实上就能够帮助整个农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后这个时候它其实也可以产生多元化的，像其他一些消费领域或者是一些时尚领域的一个多元化的一种应用生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把物联网和区块链融合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我们真正的意义上是能够可以去帮助我们的行业，特别是一些传统落后的这些行业，能够帮他们做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提升和发展。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就是说也可以产生多元化的这个应用生态。那么今后的话，就是说我也从农业从我们又设计了一个比较大的扩展性，就是说从今后的子链的发布到这个子链的这个从分层和分片的扩展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今后可以从农业、医疗、环保、智能制造，就是说按照大的行业的这个属性，慢慢的去做进行分行业的支撑，以及行业之间的这种价值的这个互联。那么比如说我们从刚刚来讲的话，我们可以用六域的这样思想，可以帮助每一个行业来植入物联网和区块链。这个前期我们可以做很多的顶层设计啊，这个医疗也好，纺织制造也好，他们都能够定义好自己的这个从各自的这个六个域里面的这些主体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有了底层的区块链的支撑的话，事实上如果一旦你把顶层梳理清楚了，底层又用区块链来支撑的话，那么对于你建立自己的行业生态就说会有很大的这个帮助，那么就能够比原来更进一步的去更快的、更高效的去推动你生态的这个建设啊。能源也是从它的用户啊，从它所要连接的这些发展对象，以及相关第三方的一些资源交换等等这样的方面。那么现在我们整个技术进展的话，现在已经布设了四个测试节点，分别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跟新加坡。目前我们几个的测试的一些官网的话也都在这里，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加入我们的社区来进行这个大家共同来这个推动发展。所以我们认为最后拿一句话总结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能够真正意义上把物联网和区块链融合起来的话，我们就能够真正意义上去推动我们的数字经济和整个实体社会的一个共荣共生的一个发展。好，谢谢各位，今天报告就到这里。